2年前说过爱我不变，走过2个年头走到了今天，却发现我们走得越远，彼此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。很多奇迹般的消失，到了我们之间就演变成恐怖分子般的大事。难道说对待亲人就不能像对待朋友般那样没差别？或许说就是因为亲人，所以我们在看事情就会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一切。或许又不能改变一切，或许是个性不合，或许你要的我不能给，是应该坦然面对，来面对发生的种种一切。的时候，而我是不是也能够像你一样洒脱？还记得你跟我说，不是总会有尽头，但我却只想回到故事的开头。是不是能够保留开始的暧昧？难道说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？就让我安静的躲在自己的空间，冷静个几天，我一定就会好一点。哦，山顶的雪花像是不是说过有点重要吃到它？看那发福的梦想，也就这样让它长满皱纹掉光呀。看着镜子里的我，长胡子的肌肉，在忘记那是什么眼神，那么的恐怖，怎么没人告诉我，长大后的世界一点也不像是小时候。这条路虽然也有泪，可是总会有那一天，总会有那一天，让我站上世界顶点，告诉自己不累不累，说不累那是骗笑诶，但再多撑一天就撑过那一天。 OK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就撑上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说真的，不帅的人会比较安全。能不耽误你一点时间？要不要不要买个保险？跌倒的时候才可以找人。你陪他说他不需要保险。这上过少林秋雪，跌倒的时候翻一圈就可以解决。哦，长发辣妹，请看我一眼，我用帽子变出意想不到的。哦，长发辣妹，请别那么倔，再给个机会，保准你回了饭店。
看我一眼，我用帽子变出意想不到的细节。哦，长发辣妹，请别那么倔。